我现在是反抗者联盟，要吹起反攻逆袭的号角了。再加入你们的。雷瓦还好呀？对呀，好。随便问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请问这个人是谁？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大营长用什么武器？意大利炮。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原地不要走动。那请问我是你的谁？爸爸。好了，他不是答对了吗？那你们来答，我是你们的什么啊？你要捞到个衰样，这才是正确答案。马上听听总部发来的消息，我们派的援兵正在赶过来，这次终于可以逆袭了。是的，我就是组织派来的援兵。真会派，真及时。刚刚说完，马上就到。我腿脚快吗？请务必注意，注意什么？怎么坏了？坏了，站好了，援兵你来救一下。啊？我不会的哦，很简单的哦。简单吗？哎，很难的呗。哎，行了，有没有说明书啊？你又干嘛？那是谁不会救啊？你来杀！哦，看到没有啊？我们人类就是这么修炼器的。实在没想到这么低能。然后有呢？务必注意敌人伪装。这个真狗！明天就开始反攻逆袭，先休息吧。你是卧底，在联系你的同伴，对吗？不是，我在休闲呢。银道大清，就是那个和哪吒之魔童战士联动的游戏。对啊，里面高度还原了哪吒的造型，还有限定皮肤和红衣枪呢。有意思，但这个小妖怪来的我，就是小妖怪逆袭才爽的吧？就是了，银道大清里面你想要变强，只要挥起斧子干就完事了，各种装备你把神器爆了，谁也不知道下一斧子我能强成什么样子。何止啊，还有很多精怪灵兽啊。老大，我可以进你妖盟一起修仙吗？谢谢老大的。那好吧，今晚我们组队修仙，我们一起渡劫。这次修仙由我不由天。你的宗旨那么干净，那么直的。对啊，一直都是又直又干净。人类的宗旨都有茧，这是我们从小努力的痕迹，也是逆袭的证明。